同学，上面我们学习过普贤菩萨的十愿啊，普贤菩萨十愿也可以说是菩萨的总愿啊，但是除了这个总愿之外呀，还有总愿，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呢，也不离这个总的四弘誓愿啊，这是就是念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把它归纳起来呢，这个四弘啊都能够包括啊，所以四弘是总纲领，展开来是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大愿啊。我们接着来看这念这一首偈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三十悉念法师当中，四弘誓愿呢也有三次啊，每一时都有一次啊。这个四句呢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啊，先看再接着看呢，这是三宝赞啊，就这个里头有赞叹啊，就是称赞如来。三宝赞呢，赞佛、赞法、赞僧啊，称为三宝啊。宝是比喻啊，世间人有了财宝了，就能过很富裕的生活啊，过很幸福的生活啊，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物质生活这些问题。那么佛法身呢称为三宝，是真正的三宝啊，因为世间财宝只能解决我们这一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六道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轮回之外还有问题啊，不能处理十法界的问题，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问题，这问题多了。但是这个三宝那是真的宝了，绝不是世间财宝能够相比的啊。为什么呢？它能够解决六道生死问题，它能够解决十法界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证得究竟佛果的问题，这才叫珍宝了。那我们要问一问，那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上问题呢？啊，这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为什么呢？六道里面这小问题啊，啊，无上菩提是大问题，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还算什么呢？啊，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迷而不觉啊，啊，把这个三宝啊忽略了，啊，这三宝不在外面，在自信。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正，僧宝是自信正、自信净，觉正净三宝啊！啊，
觉正净是性德啊，所以三宝不在外面呢。啊，没有人求不到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啊，到哪里求呢？向自性当中求。师尊把这些理论告诉我们，求的方法也告诉我们，三宝现前之后的境界也说得很详细很明白啊。那个境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啊，所以唯有三宝啊，能帮助帮我们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娑婆为极乐。转秽土为净土，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啊，我们现在先看这第一段啊，第一段是赞佛啊，佛宝赞无穷啊。这一句意思双关，有自信的佛宝，有四相上的佛宝啊。四相上的佛宝呢，举最近的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呢？他要不出来示现做佛啊，教导我们这是觉正净真实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啊，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赞佛自性佛跟四相上的佛通通都不挂了啊，赞无穷啊，体性无穷啊，四相上也无穷。功成无量劫中啊，功，这从四相上讲，修行的功夫啊，啊，佛是从人修成的啊，要修多久呢？修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的。那我们一看呢，这个无量劫太长太长了，往往把我们修学的心呢吓到了。哎呀，这无量劫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大乘教里面佛说了，不单时间是假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时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啊，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要是转迷为悟，
无量劫了就变成一刹那。要是觉而啊，这个迷而不觉呢，一刹那就变成无量劫。世尊在大乘教里面对这桩事情讲的很多啊，尤其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得到的。迷而不觉了，确实是无量劫；觉而不迷呀，一念顿超啊！啊，这个事情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呢，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功成无量劫中啊，啊，你就成就了，无量劫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巍巍是形容，高大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身高一丈六尺。哦，一丈六尺，在我们想象当中，那很高了，差不多有现在我们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不变成巨人了？实际上，古印度那个时候的丈，这个度量，这个度量衡呢，跟我们现在不相同。啊，诸位要看看。弘一大师略学三十一种啊，贺刊这里面呢有一篇叫周赤考啊，周朝时候人用的那个尺，尺一尺啊，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尺六寸的样子啊，那么这么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是很合理的。释迦牟尼佛个子是很高，大概像我们现在讲公分呢，应当是80多公分呢，90公分的样子啊，是比一般人。高思考啊，但是很正常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尺一丈六啊，那就太高了啊。佛的身体肤色啊，皮肤的颜色紫金色啊，所以这一句是赞叹赞佛的这个身色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那么这种相好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心好，思想好，言行好，把自己的这个身色可以随自己的意念来转变。
我们这个世间人认为这样的身体啊，身材这样的肤色是我们人间最尊贵的，这个世间人看相像贵相，佛每一种相呢都是贵相，都是世间人非常羡慕非常喜爱希求而求不到的相，佛通通具足啊。然后佛告诉我们，这个相好是果报，果必有因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报。你看现身说法了啊，教我们你要得好相啊，那你好好修行，相随心转，这个身体啊体质也随心转啊，这个转变是非常快速的。至于山河大地环境啊，这个随心转呢，那个功力要更高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功力分三等，上上等的，你居住的环境风水都转了啊；中等的呢，体质转了；下等的呢，相貌转了。啊，所以转相貌是最容易的。啊，这个相貌一转呢，你应当就有信心了。从此之后，啊，决定不起个恶念，啊，决定不起一个不善的心，啊，那你慢慢的说，你能转身体，又能转境界。啊，到转境界的时候，你人事环境都转，啊，人事环境是恶人见到你的时候啊，不起恶念，啊，这个现代这个科学里面都讲得通啊。像我们中国人讲啊，气氛啊，这个外国人讲的是磁场。你这个磁场在佛法里面讲光啊，啊，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佛光普照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光就是中国人讲气氛。你这个气氛非常慈悲善良啊，恶人进入到你这个气氛里面去的时候，他受感动啊，啊，恶念能暂时不生啊，在你这个光就是气氛摄持之下，他不会起恶念啊。离开你这个场所的时候，他可能恶念又起来了，但是在你这个气氛笼罩之下了，这个恶念不能升起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常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真正明了，希望自己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要在心行上下功夫啊，那叫真功夫。你在经教文字上下功夫，如果不能落实，那个没有用处，转不了境界。那从前李老师常讲，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你学了经教讲经说法啊，顶多是你赔一点福德啊，福德便是，不是功德啊。功德能了生死，能解决问题，
功是什么呢？是落实才叫功夫，不落实不是功夫啊，没有真功夫啊，那么修一点福啊，这个福报就是所谓三界有漏福报。为什么叫有漏呢？你烦恼习气没断，就是有漏啊，你修福烦恼习气没断，这叫有漏福报啊。这下面一句呢，觉到雪山峰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修行呐。你看看前面一句讲果，果报，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修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呐，这个地方是做比喻。觉道就像雪山的顶峰一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啊，他老人家修行正果，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用雪山来比喻啊，雪山最高峰啊，啊，释迦牟尼佛修成了。再看下面一句，没际遇好光灿烂，照开六道魂门，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众生。啊，前面是自己修行正果，自己正果之后啊，要教化众生。每一季遇好三十二相之一，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啊，佛号佛放白毫光，毫光里面有化佛有化菩萨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呢，我们在赞佛记里面念到的啊。白毫放光啊，这个没际遇好就是通常讲的白毫啊，白毫放光啊，照开六道魂门啊，这一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因六道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应化到六道里面来，教化一切众生。应化的理非常深，我们无法了解。应化的思非常玄妙，不可思议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佛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现什么样的身形，没有。啊，佛要起心动念，那不变成凡夫了？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呢。我们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就起心动念了，哎呀，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穿什么样衣服啊？凡夫起心的，佛菩萨不会呀。连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行吗？行
啊，我们现在整理很清楚了。你看那个水接近，啊，那个水起心动念吗？没有。啊，自自然然的应。啊，我们是众生，我们给他的感。啊，我们写上文字贴在这个玻璃瓶里的，这是用文字来感，或者用音乐音声来感。你看他的回应。啊，我们是有意思，起心动念有意思，他没有啊，他应得很自然呐。感应道交的道理啊，啊，所以六道众生有求，这就是感呐，佛菩萨就有应呐。啊，那这原理就是一切唯心造啊。啊，我们今天这个唯心造的，那我们要求，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就有感应。啊，这个一切唯心造是最高的。用世间的话讲，真理呀！啊，这句话我们究竟能够体会多少呢？怎么个解读呢？太难了，不能错解。啊，错解，那你的过失就大了。啊，变法界虚空界。现在科学家讲，无限的空间为事，不离唯心，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啊，那你要问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在迷呀，不是在悟啊。迷还是唯心，悟也是唯心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迷而不悟啊，迷而不悟，我们在六道里头要受尽苦头做梦，是唯心的啊，有人天天做美梦，啊，很快乐；有人天天做噩梦，都是唯心啊。啊，那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做噩梦啊，佛菩萨天天做美梦啊。啊，怎么样把我的噩梦转变成美梦啊？那你不求佛菩萨帮帮忙，你做不到啊。你不晓得怎么样转变呢？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大了，啊，恩德在其中啊。啊，我们有求，这就是感，佛菩萨就有应，啊，诚心诚意的求。感应很灵啊，诚则灵。啊，所以大乘经里面字字句句决定不能够错解，决定不能够误会。啊，错解误会，那你还要继续搞六道三途。啊，不知道到哪一级
你才能够回头，你才能觉悟。所以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啊，求法了。佛菩萨善知识的教诲，我们要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啊！如果有疑惑，要问呐。中国佛教史上，赵州八师有行脚，啊，八师老翁了，还到外头行脚，为什么？疑惑没断。要亲近善知识，到处请教，断疑生信，然后功夫才得力了。那么现在人麻烦在哪里？有疑惑，他不肯问，好像问呢很丢面子，很不好意思。读经听经，往往去结其意，这就是不好学，不虚心啊！那么纵然有人也请教，请教就很随便，善由对你的开示。你懂不能体会啊？这是什么道理？印光大师说得很好，你没有懂，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啊！这个学生跟老师请教，老师的答复很多人听啊，这个学生提出的疑问，可以说这是一般大家共同的疑问啊。老师答复了之后啊，学生那么多人听，有人开悟了，有人依然不懂啊。每个人听了老师的这个说法的时候啊，个人悟的不一样。决定没有两个人觉悟的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对老师心态不相同，那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十分恭敬，这个人得到的利益是十分，一分恭敬呢，他只得一分，不一样啊。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呢，最有名的例子。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好学啊，那个时代有一位善知识，辩荣法师，这在《高僧传》里头都有啊，他非常仰慕去亲近辩荣法师。到他那个山下了，他就开始三步一拜他不是走上山去见辩荣法师，他是拜上去，三步一拜，一直拜到这个大殿的见辩荣法师那么当时这出家在家的人很多啊，都在这个辩荣法师身边呢。看到这个莲池这样恭敬，拜到老和尚坐下，求老和尚开示。
老和尚说什么话呢？辩论法师只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旁边的人啊，听了之后啊，都笑。哎，笑什么呢？笑这个人，你看这么虔诚，一步一步拜上来，老和尚对他并没有什么妙法传给他了。这一句话老生常谈呐、啊，常常讲啊，大家听了都耳边风了。莲池大师一生成就，成为晋宗一代祖师，他自己讲了，就是得力于辩论法师这一句话提醒了。那这句印光大讲，他十分沉浸，所以这一句话对他来讲十分利益。老和尚旁边这些人呢，常常听啊，听得耳边风呢，他们没有恭敬心，所以不得利益。老和尚并没有秘密传他了，大庭广众之下说，为什么他得利益，别人不得利益？这个地方你就能晓得，真的是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天天在老和尚身边，对老和尚并没有恭敬心，什么利益都得不到，远方来的一个人，十分沉浸呢，得十分利益。这段事情好好去想想然后的时候回光返照，我自己学佛为什么不得利益那么我再告诉诸位，张家大师的学生多啊，方东美先生学生也多啊，李炳南老居士学生更不必说了这么多学生当中有成就的几个人呢？什么原因呢？对老师的心态不相同。古人讲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不在形式上是在心性你听了老师的教诲真干你就能得利益听到老师教诲不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没用处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你落实一分得一分利益，落实两分得两分利益落实十分你得圆满利益，没有别的所以成佛之后就应众生之干教化一切苦难众生六道昏蒙没有智慧迷惑颠倒真的是觉而不迷，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六道众生龙华三会愿相逢。前面讲释迦，这龙华三会呢讲弥勒诸位常常念无量寿经你在这里你一定
能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将来弘法利生的这个使命付托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要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龙华三会呀，那就是弥勒佛这个弘法的大会。凡是在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法运12000年当中啊，修集善根的人，在世尊这个法运里面没有成就的，将来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都会成就啊。换一句话是，因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里头种的，果呢要在龙华三会就现前了啊。所以许许多多人呐、听到经上这么说啊，大家都求生弥勒净土啊，希望将来在弥勒菩萨会上呢证果，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果，证菩萨果啊，这只是不错了，也很难得了啊。言说法真宗啊，这个法真宗是什么呢？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将来弥勒佛出世，怎样把释迦牟尼佛这个因地上种的善根的这些人啊，这善根这些人让他们成就，用什么方法成就呢？依旧是讲净土法门，依旧是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教导大家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啊。这个法真宗啊，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说过就很多遍了啊。弥勒菩萨将来成佛讲什么经，讲什么法门呢？还是这个净土三经是最主要的啊。由此可知，这样啊，念佛往生啊，到弥勒会上再往生，这个相差了56亿7000万年呢、我们还是等56亿7000万年之后啊，再念佛往生，还是现在念佛往生呢？这个账你会不会算呢？啊，弥勒会上怎么成就的？依旧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现在念佛往生的，到弥勒会上再念佛往生的，你现在往生的变成老大哥了，你超前太多了，他们落在后面了啊，落在后面也不错了，只要能去就不错了。这个赞颂含的意思很深啊，很广啊，就看你怎么个悟了。你要是真正悟了，现在努力赶快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法师是对亡人的，有些业障深重，这一生当中还不能回头，还不能觉悟，嘱咐他到底下一尊佛成就。所以字字句句都是双关的。那我们要大彻大悟啊，这个大彻大悟不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是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往生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一错过之后，你将来再就是遇到这个弥勒菩萨也要等56亿7000万年之后，这个时间真的太长太长了。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那李老师常讲的，你难免流转六道啊，啊，这个六道里头，特别是三途啊，苦难有的受啊。赞颂后面又是一番说法开始，啊，我们看底下了这一段开始。人人份上本有弥勒了，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这个是一段。了是明了，啊，中峰禅师告诉我们，人人份上本有弥陀啊，就是人人本分发而如是啊，自自然然的，你本分上，你就弥陀就是自心的。前面讲了，弥陀即是我心的，我心即是弥陀啊！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自心，自心呢很容易误会，就以为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心。没错，胡思乱想的心是弥陀。可这个弥陀已经颠倒了，已经迷了，已经不知道自己了，啊，已经在那搞六道轮回了，啊，这俩就是弥陀，迷了就是凡夫。啊，个个心中总为净土，啊，觉了净土就现前，迷了秽土就现前。啊，土没有净秽呀，心里头没有圣凡，啊，没有众生，没有佛。啊，生佛净慧是为师所变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啊，心清净净土现前，心不清净秽土现前。心觉悟，凡夫成佛；心迷惑，永远做凡夫。这两句话
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了则头头见佛啊，了是觉悟了，明了了，悟了之后啊，步步西方呢。这前一句转凡为圣啊，你见佛你就成佛了，你不成佛你怎么能见到佛呢？啊，你见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最好的例子，他自己证得初住，他就见到初住菩萨啊，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啊，他证得二住，哎，他就见到海云菩萨，海云比丘，海云是二住。你自己证到等觉，你才能见到等觉菩萨。啊，但西方世界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没有证到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够见到这些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啊，这真正是个特别法门啊，信的人有福了啊，不信的人他没有福报啊，那他要苦修无量劫苦修啊，修到了明心见性啊，生到华藏世界啊，那还是遇到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肯相信的成就很快，不肯相信的慢慢来啊。到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呢？登地就相信了，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一句话就是肯定了，到什么时候不怀疑完全相信呢？到十地，十地初就是初地啊，开始啊，十就是初地，宗是等觉，这十一个位置始终不离念佛啊。那对于文殊普贤这个劝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华藏世界三贤位的菩萨了还不一定真正相信，登地就相信了。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啊，那是大智慧，不是小智慧啊。啊，登地是摩诃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摩诃萨没有问题啊，一说他就完全了解，他就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听到这个法门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完全落实肯干，那么换句话说，他跟地上菩萨没有两样啊，他的成就不可思议啊。那么世间这些人实在讲呢，亏吃在哪里呢？自以为聪明，不老实啊！啊，自以为聪明啊，把不晓得多少次的好机缘错过了啊，不肯虚心。不肯放下自己身段啊，都是贪嗔痴慢疑在作祟呀。这个东西害自己害惨了啊，反而不如真的不如乡下的
老阿公、老太婆一个字不认识，哎，遇到一个善知识叫他念阿弥陀佛，死心塌地，他不犹豫，不怀疑，最后他真成功。啊，多少我们看到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时知不生病，瑞相稀有。啊，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差远了。啊，所以这个头头见佛了，转凡为圣的，步步西方呢，转慧为净。我们接着了看中峰禅师的开始啊，上来其境，三时细念，敬业道场，今当第十佛寺一员。这个借着上面开示，中峰禅师就说了啊，上来起见的这个三时细念法寺第十啊，第十呢到这个地方佛寺已经圆满了。如上书行啊，如上就是前面那我们所看到的礼赞啊，真的是礼敬赞叹啊，诵经念咒开始忏悔发愿，称扬佛宝，这些法事都是为了超度亡灵啊。这个第十到这个地方，如上书巡，巡是功勋呐，书是书圣呐，啊，这么多人在一起做，啊，尤其这个三十七念佛寺，啊，除了这个出家法师临终之外，参与的大众很多，四众同修都参加。啊，真的，这是无遮大会呀！啊，这么多人来为亡灵祝福，啊，为亡人助念，啊，这个是殊胜的功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弥陀大愿就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度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九界苦难众生呐！啊，这弥陀称之为愿海啊！我们在那修的功德的时候，与弥陀愿海相应，啊，这就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啊，专为亡灵求生净土，啊，这个细念法师不是为别的，啊，专为帮助亡灵求生净土。专为这是一个附带超度的人很多很多啊，那就是有缘了啊，有缘在这个时候
一起超度啊。所以通常我们的回向观想都是九法界一切众生。如果心量更大的人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我们能观想到的他们都能得利益。这个就是佛在大乘教里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不可思议的境界。下面禅师又为我们开示，这个开示都很重要，都是启发我们。但念自从无始切至今生，真的是无始界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念为真，六根着妄，随情造业，纵我为非也。这是一小段，非常感慨，这是痛切忏悔呀！我们自从无始劫以来，一直到今生到这一天。一念为真，这就是起惑。一念什么呢？起心动念。要晓得真心本性不会起心动念的，永远是寂灭相，清净寂灭相。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本寂，一念妄动，这就是无明。这一动，麻烦就来了，六根着妄。六根立刻就迷了，迷了的时候怎么在境界里面去起妄想分别之处，根尘实都是虚妄不实啊！在这个白法明门里面讲啊，这通通叫有为法了。你看八十五十一心所，色法，色法里头就是六根六尘。心法里面八十五十一心所，还有不相应心法，全都是虚妄的。我们迷了真性，这个真为真，真就是真性，就是自信。这迷了之后，念念都在虚妄里面打转，随情造业，纵我为非。情是什么？情就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情是啊，纵我为非，我是这个身，身口啊，身口就造业了。情是迷情啊，一切都是自以为是。我们在讲习里常常说的，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此地讲的随情造业。
啊，这个造业是意业。啊，纵我为非呢，这是口业、身业。这一句总说，下面再别说，身业煞道邪淫。啊，这是身的三业。迷失了自信的，他自自然然就造恶业。啊，杀，包括范围很广很广。啊，凡是损人利己，这都是属于杀道啊。啊，害人呢，这是属于杀了，夺取别人的名利，这是道啊。啊，身造杀道因，口过妄语，有意欺骗别人，其语花言巧语，诱惑别人啊，这个其余在今天最明显的啊，世间人叫什么呢？叫文艺啊。你看看现代的文艺表演，歌舞、戏剧、音乐啊，美术啊，现在还有电影、电视，你看看内容是什么？叫奇语，诱惑人呐！啊，诱惑你做什么呢？诱惑你做杀盗淫妄。这个外面的诱惑力量非常强大啊，用电视、用网络送到你家里来，你被这个染污了啊，念舌挑拨是非，有意无意啊，总是喜欢批评别人，回报别人啊，赞扬自己，这大乘界里面讲的自赞毁他了，这属于两舌，属于恶口啊，啊，口无造业啊，意识念头，念头长期贪嗔，深深痴爱，贪嗔痴是恶业，谁能够避免？谁能够在一天当中不造是恶业？这不要说多了，一天，哎，今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个一天当中，啊，这还不是24小时，除了你睡觉不算。早晨6点钟起来，啊，就算你睡得晚吧，到晚上12点钟睡觉，这10几个小时当中，你能不能不造恶业？一天能不造恶业，那个功德就很大了。啊，你要能一生都不造恶业，你就是菩萨了。
你就不是凡人了。啊，凡人不可能呐！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佛学什么呢？学转凡成圣。从哪里转起呢？不造是我也。啊，这个是我业，我们在《十善业道》里面讲得很详细，在《无量寿经》里头也讲得详细。沙弥略仪里面，啊，这个十条戒，注意细心去看看，认真努力学习，要克服自己不善的念头啊，不善的行为呀，你这一生才有出路啊。啊，求生净土才真能去得了啊！如果食物不断，这个东西是你的累赘，这个累赘叫你不能往生，你发愿念佛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个东西累赘啊，像绳索一样捆绑在六道出不去，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斩断。啊，过去无知啊，天天在造啊，现在觉悟了，决定不干了。宁舍生命也不能干食物。啊，生命实在讲算不了什么啊。啊，我舍生命不造这个食物业。我来世是往上升呐，啊，不念佛不求生净土，你也是生天道啊！你要贪生怕死，啊，依旧造十恶业，你得来生在三恶道啊！贪心。变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你到哪里受生呢？三恶道受生。啊，所以这一桩事情，自己啊，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扪心自问，你就知道了，你将来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啊，别人给你说的话不可靠。自己问自己最可靠了。啊，那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贪嗔痴，没有是非人我，我讲的没有自私自利，啊，没有贪嗔痴慢，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这个人不是娑婆世界的人，啊，念念只有阿弥陀佛了，啊，所以这个东西麻烦大了，有子三业，啊，这个三业一起都起来了，不是单独一个起来呀。啊，勾索妄缘呢，啊？这个妄缘就是外面境界，啊，内里起烦恼，外面跟这个恶缘集合起来了，啊，这是造业的受报啊，常咕咕于尘劳，这个尘劳是六道，啊，如果说的不好听点是三途。咕咕是沉沦，
常常沉沦在三途啊。沉是染污啊，严重的染污啊，劳是劳累呀，劳苦啊，啊，但茫茫于岁月，这个茫茫是没有边际啊。我们常讲啊，今生后世，常见的受苦啊，确确实实，三恶道，这佛讲的太多了，你进去不难，出来太难了。你要是堕地狱，从地狱出来是论劫算的。就是恶鬼道也不得了，啊，出生到愚痴，你不要看到好像他的寿命并不长，啊，他固执，很愚痴，堕到这个出生道，就以为这个身是他自己，啊，他从来没有个念头要换个身。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释迦牟尼佛在奇树结孤独园，啊，看到有窝蚂蚁，啊，佛看了笑笑，啊，佛身边这些大弟子们，看到佛看蚂蚁笑，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笑他？哎，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蚂蚁啊，这一窝蚂蚁啊，奇尊佛。过世了，他还当蚂蚁，不是蚂蚁有那么长的寿命啊。啊，那我们就假设吧，一尊佛是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21个阿僧祇劫，他还当蚂蚁，这什么回事呢？死了之后依旧投生蚂蚁，生生世世啊都没有换蚂蚁身。啊，七尊佛过世了，佛笑他愚痴啊！啊，这是说畜生道啊，你堕畜生道也容易啊，你想在畜生道里头觉悟，哦，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茫茫于岁月。于是出离为凭忏悔熏修之力啊，这就是三恶道。三恶道要想出离，那就是忏悔熏修啊，但是他很不容易忏悔啊，他执着啊，非常执着。啊，那就是贪嗔痴慢疑，到最严重的时候啊，人家跟他说好话，他怀疑也不相信啊。你是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啊，是不是叫我上当啊？多疑好疑，啊，把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通通都障碍住了。那么今天这么多善知识啊，在一起来修这个三十悉念法事，帮助苦难众生啊，每一时都修忏悔，希望这些亡灵能够随喜啊，能够他看到了听到了能够觉悟，跟着大家一起来修忏悔法。
熏修啊，我们常讲啊，常识熏修啊。这个样子啊，比眼耳鼻舌身意之过欠，应念顿消啊，消业障啊。只有这个方法了，叫你在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这个罪过前面讲的吗？随情造业吗？真正忏悔，真正得到佛法的熏修，大众合起来这个力量，这个善心善愿，来加持，希望你。这个六根的过失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过失，应念顿消啊！这个应念顿消是真的，就怕什么呢？就怕他不应。要与这个法事完全相应的话，那他真的很快就消掉了他的罪障消了。使舍身相为出发之浮尘，即是清净。这个讲是果报啊，舍身相为出发，这个六尘九法界的不一样啊。我们人间舍身相为出发的浮尘，跟恶鬼道的不一样。恶鬼道的舍身相为出发，这个六尘跟地狱道的又不一样啊！这感的果报吗？像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尘，跟极乐世界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业不一样。那就是说，六根造的业有轻重的差别。造的轻，这个六尘境界，就会好一点；造的重，这个境界就差了这是我们讲的我们的生活环境造的善业善业多恶业少，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好造的恶业多善业少，这生活环境就把灾难就多现在这个世间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共业所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造不善业的人太多了，造善业的人太少了，所以天灾人祸频率不断的在增长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你了解这些因果的事理，自自然然你就明白了。我们要救自己，要帮助别人，怎么个做法呢？从自己本身做起，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希望我们的罪障消除，希望我们的环境转清净
这下面叫我们发愿了。有极乐求生啊，我们今天想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全凭发愿啊。这个话跟欧益大师讲的没有两样啊。欧益大师说，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真心切愿，这就能生。啊，品位高下呢，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求生全凭发愿呐，真心切愿呐。啊，我们要真心真性切愿来念这个发愿偈，才能感动鬼神啊。鬼神被感动，那就得利益了。我们自己信愿不真不切，你念这个发愿的偈子，他感受不到很大的利益了啊。这一桩事情啊，你们现在不少同学都看到啊，水戒经的那本书，啊，那个书上那就是证明，啊，真诚的心，啊，诚心诚意，以善意。思念呢，那个一杯水，啊，真正以善心善意，啊，真诚心，把我们的意思传送给他，啊，语言不怕，啊，他们曾经做了个实验，一杯水放在办公室桌上，打电话通知居住在全国各个不同地方500个人，同一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很重要，同一个时间，啊，时间呢大概只要3分钟，啊，以自己的诚意、真诚心，啊，以这个善意，啊，给这一杯水说，哎，你很干净了，啊，我们很欢喜，很感谢你，啊，这个话重复几遍3分钟，然后拿这个水再去化验，接近就非常美，啊，所以意念呢，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距离，证明啊。我们帮助九法界的众生，帮助一切鬼神，没有变诚心诚意，啊，你心不诚，愿不切，鬼神笑话你啊，你是在开玩笑啊，你不是搞真的 啊你对他开玩笑，他也对你开玩笑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啊，我们用真心生活，我们用真心处事，我们用真心诚意待人接物，一真一切真，一诚一切诚，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境界转变过来啊，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到最后转凡成圣了。啊，转娑婆为极乐。
我们这样求生净土，你才真有把握。啊，我们这一生学佛没有白学，果然有成就。你有成就，你对于老师、对于善友、对于护法，你才会有真正的感激。啊，所以那个报恩，报恩先决的条件是知恩。你怎么知恩呢？你真的受到恩。啊，现在叫你报恩，你会那个念头怎么生不起来？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感受到恩德，你根本不知恩。啊，知恩是你完全把佛陀教诲落实，你就知恩。啊，你的心变了，你的思想变了，你的行为变了，然后你才知恩。啊，谁帮助你变的？啊，善知识帮助我变的，护法帮助我变的，一切众生帮助我变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心才真正生出来啊。啊，所以求生净土是全凭发愿的。两老法中，你们看看这个语气多么恳切，多么谦虚，多么尊重别人啊！这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大德，不是普通人呐。大众是凡夫啊！啊，请你们不就可以吗？两老。尊敬到极处啊！啊，前面的普贤菩萨神愿礼敬诸佛了，你从这就看到了。啊，法众是参加法会大众，啊，异口同音，啊，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亡灵祝福。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啊，我们带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为人演说，我们为亡灵来表演，为他来说法。啊，为一切这个鬼神，为九法界众生忏悔发愿，啊，这个忏悔就是为他表演呐，为他说话啦。啊，这下面这是忏悔偈。啊，普贤菩萨的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往昔可以上溯到五十劫以来，啊，五十劫到今天呐，所做的无量无边的恶业，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能体会《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先承认发怒忏悔，啊，我从过去到今天所造无量无边的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啊，我为什么会造业呢？
佛菩萨为什么不造业呢？佛菩萨没有贪嗔痴，我们贪嗔痴没断呐。啊，无始劫以来呀，贪嗔痴不断呐。贪嗔痴是造业的根本呐。从生于意之所生，这个就是业因了。啊，贪嗔痴是迷，迷了之后啊，就叫我们的身、口、意造作种种不善，啊，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是世间人一般讲的，啊，其实这个话讲错了，啊，应该怎么讲法呢？损人害己，那就是真的了。如果损人利己，嘿，那还得了啊？那佛菩萨都干了。损人可以利己吗？谁不愿意去干呢？损人决定害己，所以佛菩萨不干。啊，损人，你以为得一点点利，那是你眼前的小利。啊，你这个利能够享受几天？享完了之后。后来的果报在三途，所以损人决定害己呀，把自己害惨了，啊，使自己堕落在三途啊，堕落在地狱啊。苦不堪言呢，在地狱里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啊？遥遥无期啊！啊，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啊，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了啊，哪里知道自己吃了大亏，被你害的那些人。他要没有过失，他被你害了，人家升天了，或者又转世到人道来了。哎，你想想，你有没有害到他？没有害到他了，害到自己呀。将来地狱出来之后，地狱恶鬼出来之后，还要变畜生。还债，你害人，将来人家还害你，一报还一报，所以说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钱。你要真正通达三世因果，你的心就平了，然后才真正知道，啊，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想占哪一个便宜，没这回事情，说是吃亏了也没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国报仇长啊，通三世啊。啊，我们现前好像是吃亏了，将来他要还债呀，还债还要加利息呀。佛菩萨、阿罗汉有天眼通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阿罗汉的天眼续命，能知五百世。啊，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众生五百世的因果，业因果报啊。越往上面去，能力越大。啊，到如来国地上，完全没障碍了。无量界有无量界，佛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一切恶业的根，叫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我们内有三毒，外面呢就会被诱惑，啊，被这些不善的境界诱惑，诱惑呢，让你这个身，这个身与意呀，走。造恶，你就决定不能避免恶报啊！所以，你要是诚心诚意念这首偈，你会流泪呀。你会感动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啊，现在我们面对着佛像前面，佛是大智大觉大慈大悲啊，求佛证明啊，我今天真的忏悔了啊，不是求佛赦罪啊，佛赦不了你的罪啊，你要求佛赦罪，这个观念完全错了。求佛证明，我从今之后啊，悔改了。啊，这个忏悔是改过的意思，后不再造了，佛给我做证明，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决定不能够误会。哦，求佛菩萨饶罪饶恕我，佛菩萨才不会怪你了，佛菩萨才不会管你这个事情了，你自作自受嘛，谁能管得了你呢？啊，今天是我们自己痛切的发愿，改过自新，断恶修善，求佛菩萨证明，求佛菩萨加持，啊，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依旧经不起诱惑，啊，求佛菩萨威神加持，啊，诱惑现前，使自己有高度的警觉，不再造恶了。这是今对佛前求忏悔的意思啊。忏悔之后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像佛一样，我要学佛，我要跟佛一样，啊，佛的愿是普度众生，啊，发心发愿，为一切众生真实利益去着想。众生无量无边，啊，这个众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包括变法界、虚空界。那在《华严经》里面讲，重重无尽法界里面的众生，我起心动念为他们着想啊，
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圆成佛道。啊，这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我今天也发这样的大愿，这个大愿一发了不起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保佑你了。为什么呢？你跟他是同心同愿，志同道合，你是我的同志啊。佛菩萨哪有不护念的，一切善神哪有不拥护的。你不求佛护念，佛护念你；你不求善神拥护，善神保佑你。为什么呢？你这个愿了不起 啊！可是我们念这个句子有没有发这个愿呢？没发。怎么知道没发呢？那个人我讨厌他，难道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人除外，这底下加个挂符，那个人除外，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我们天天念并没有发了，那一发你还得了吗？愿意道行啊，你发了愿后头行为就接上去了，你这个口里发的愿后头没有行为接着，你这愿是假的空的啊。那么说的不好听是自欺欺人啊，欺骗自己，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你该当何罪啊。那睁着眼睛说妄语，我们应当要晓得啊。那么这个愿佛菩萨没有问题啊，人家有智慧有能力有福报，确实能够度一切众生。我们今天发这个愿，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德行啊，也没有福报，我们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随喜。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欢喜赞叹，那就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啊，只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就是圆满功德。啊，所以真发这个愿之后，你的善心生起来了，善念生起来了，你的善行生起来了，自自然然你会改过自新。底下这一句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啊，真的发这个大愿了，首先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孔老夫子教学，你看看四科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办事啊。今天我们讲的是技术能力，第四才是文学啊，它有次第的，头一个是德行。德行那就是讲的说，你首先要做个善人，善人的根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你要把贪嗔痴断掉，你才是真正善人啊。你这个人不会作恶啊，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里根生出来的啊，无贪无嗔无痴，世间所有一切的罪恶，所有一切的这个恶业，都是从三毒生的，贪嗔痴，贪嗔痴生恶业是啊，所以叫三毒。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生世间所有一切的善业。
你要先断烦恼。啊，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始贪嗔痴，你先断这个，把无始界以来这个贪嗔痴慢疑、烦恼习气要断尽。断了烦恼之后啊，再学法门。啊，你要没有学问、没有本事，你救不了人。啊，你帮助人，帮助不大。啊，所以断了烦恼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呢，然后才学法门。它有顺序的呀。啊，那我们今天你看，古来祖师大德要求我们。一门深入，常时熏修，那是干什么呢？断烦恼，没有别的。烦恼断尽，智慧开了，在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智慧没有开，你法门怎么学法？啊，烦恼尽了，法门修好了，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么这一首偈，这个意思还没有完，啊，下一堂我们接着讲，啊，现在时间到了。